但是实际上是安那，是台湾人民恁予我勇气，啊嘛是予基金党勇气，咱才有法度行到遮。所以我今日来，最后我要甲大家讲，今仔日我嘛要甲勇气予恁，面对着台湾高脚下2020之前，咱需要台湾人民做伙团结，做伙站出来，做伙拍拼，为你我开始影响着你身躯边的人。咱爱感觉意识形态不是脏话，甲意识形态放伫心上。以台湾利益为优先来思考着台湾的环境甲社会，那基金党希望讲会当扮演着一个智慧甲勇气的角色。如果你若有困难，哦，咱会当提供你正确的情报。希望透过咱用较少年、较活泼的方式，哦，啊来互大家了解着台湾政治未来应该要安怎行。嘛，拜托大家互基金党一个机会。咱是2020上早开始有票的政党，感谢你。Thank you， 我是陈碧伟，感谢你来，谢谢。Thank you， 我爱你。